都行书了，然后每一个字它有圆形长，有圆形与符号混合的，像这个天啊，它有三个字草字，那这个怎么来的啊？就是第一笔和第二笔和简化变成一笔，简化成一笔，然后第二笔哈一撇是表一点，就表一点，一捺表一点啊。那这个字是怎么来的？就是从这样子来，然后到了这里，然后弯过来，然后这里有一点，这里有一点，就荡过来，荡过来，就是天有三个字，然后地啊，像这个行书就是这样写，行书。然后这个都是属于圆形草书，这个也是属于圆形草书，那这个呢是也是圆形的，但是它的书写的方式不一样，它因为它一个字可以拉得很长，可以缩得很短，它碰到那个范围没地方写了，它要缩扁的话，它就要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，它是从这边来，从这边来，然后直的先写，然后拿，然后来啊。弦，都是圆形的，因为它笔画少，不能够减少，不能减少，它只能够照这个圆形写。五行，行书。在圆形草书，圆形草书就是圆形这样滚动滚动滚动，从你看啊，从这里来滚了一个圆圈，然后再滚了一个圆圈，从这里来一直滚圆圈的滚啊，那这个字就是这一横画它的符号，一横画的符号是一点，所以它写过来一竖的符号也是一点，所以一点啊，一点，然后这个就写过来一点，另外呢，这里包容空间省内画一点，里面有一点，所以它绕了要经过这一点才出来，然后那这个字是这两横画合并成一画，所以这个也可以，比如说一个木一个横，它就这样写，它不需要写那么清楚。宇宙的宇，它这个是，你看这个是符号的，符号，所以符号，它的路径可以走高一点，可以走低一点，它是随着写字的人的一个心境来荡的，动荡，心灵的动荡啊，有动的高，有动的低，然后依照这个原型来写的，这个原型，这个也是哦，行书、草书、圆形草啊，这个圆形草，另外它这个字的路径它走的不一样，它是先写从这里先写，然后绕到上面一点，再绕了直下来，然后再绕，所以它是从这里绕啊，这样。另外红对。行书，圆形草，这个圆形的符号这样子，你看一竖的符号一点，然后两横变一横，然后这里一点，这里一点，最后有两点，那这个呢是从这里一点一竖一点，然后弯过来，然后这里一点，这一点。好，这个是行书的写法，然后草书啊，这个是草字头符号，那这个是依照形状来写的，然后一撇的符号一点，一竖的符号一点，一个弯钩的符号一点，但是呢，它这里写圆形，这边就三点，就是这三点，它的永字八法的基本。笔画都是符号都是一点，所以一点是一点，
一竖也是点，一个弯口也是一点，然后三点呢可以连成一线，所以呢这个字的草书有三种。日，你看绕滚动啊，滚动，一个横画的符号是一点啊，所以呢你要经过这一点再出来，啊，这个是两个。然后月，这是行书啊，行书。那么草书呢是圆形草，两点哦，这是两个横画是两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有一个草书的规则，有反正有一个空间包容的空间，省略符号一点，所以它是有这种写法。银，标准的行书形状。然后草书呢，这个是圆形草，一直滚动，一直滚滚滚滚滚滚滚。然后现在这个字呢是。看啊，从这边来，从这边来，然后来，这红的啊，你再照我的红的这样写，红的上，这里面有一个包容空间，省略符号一点，所以它要经过这一点再出来。然后另外啊，这个就是这里是一个包容空间，所以这里符号是一点，那这个写出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它用形状来写的，就是这里。用符号包容空间，省略符号一点来写的，所以这个都是草书三种。折，这个滚动，滚这样子，那就是这一点哈，这画这里面的一点可以写在里面，它一点可以写在外面，所以你看啊，写在里面的是头比较重。所以呢，要配合空间的话，这一点哦写在外面，会比较匀称啊，要匀称。那它就是这样写的，它是这样写，一点在外面，然后过来依照形状来写，这样子写。这一画就没有了，这一画是这两画，这一画这里左边没有，左边，所以它是这样来，然后。写到这边，然后两点，左边没有啊。唇，这一撇的话一点，这里一点，所以它在这边可以写成两点可以写成这个样子。所以圆形的加符号的，那这个是成为这样。上去，然后这里一点，这里一点但是这一点不经过了，就是经过这一点就省略了，所以这一笔的省略了就会变成这样。另外，这个字的辰是从这个字来的，从隶书的这个字来的，因为隶书这里有一竖，所以呢它就这样来了，以后就绕这一竖，这样来在这边是这样子，从这个字来的。现在这个上面的符号就是这样啊，然后一画在这里，然后这里呢，这里就是中间的部分，可以省略的部分，省略部分一点啊，所以从这一画要来经过这一点再过来哈，这样子绕啊，没有上到上面，没有到上面的，就是从这里来这样。因为这上面不经过，因为经过以后这个空间很大，所以这一点不经过就省略了。这个是从这里来，好，然后这样子，那这里是不是从这一点开始？是从这里开始，然后绕上去一点，这写法不同，从这里开始写。从这里开始写，绕上去，来，这有三种写法。列，列就是照这个圆形写，这是圆形草，所以这圆形草这边呢，也可以拉到很长，拉到这边来
然后这边呢是用符号的，就是刀字旁的符号，符号就是弯过来，从这里啊弯过来，然后一点啊一点点到外面，因为这个惯性啊，绕这个圆的惯性点在这里啊，如果点在里面呢，就是显得就是很技术感，所以它点在外面比较好看。张，张的圆形草啊，然后这边你看啊，这个字是从这个字来，这个字哈，这个弯的打成直的，这样直角的弯哈不好写出来，所以它打成直的啊，变成这样。但是从这边来，从这边绕上去也可以啊，从这边回头也可以的。那里面呢，这个是这里里面有一点，里面有一点，所以从这一点哦到了这里，然后再上去，上去啊，从这里一竖下来，这里这一撇省掉了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先写里面一点，其实呢。这个横画也是一点啊，但是一点两个合并的变成一点了，然后一点哦就跑到这边来，然后要一气呵成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写的才会用这种方式写的一气呵成。另外它两点可以写出来，所以变成这样子。所以你要配重啊，你需要重量的话就是写这个需要重量，不需要了就一点就可以了。